飞越山海，这一次我们是生命的旅行家，而不仅仅是到此一游的观光客。越过白瓦高楼，揽过历史长河，活过人间百态，目之所及是璀璨，是闪耀，是奢华的体验与细致的服务，是烟火，是绽放，是自由的探索与新奇的味道。时间的长河奔涌向前，但历史的辉煌却从未被抹去。这座古老的城池承载着人们的信仰与过往，驶向奢华的最深处。不同的文化，不同的美食，不同的风景。原来旅行的真谛从不是去远方，而是带着灵魂去找寻生命的春光。告别过去，放眼未来，科技在这座城市熠熠生辉，立于世界之巅。低头是人间烟火，是新与旧的浑然一体。抬头是苍穹万里，是集与城的交相辉映。这一刻，艺术在人生中得到共鸣。瑰丽为成就披上色彩，是极致的成功，赋予安利专享贵族待遇，是极限的速度，给予安利人飞驰与激情的体验。回归本源，从心出发，心里的脚步决定了攀登的高度。手中的力量决定了航行的远度，无畏的勇气决定了探索的深度。我们因信仰而相聚，流连于天地，在别样的大自然中重生，在落日长河下永恒。我们携手披荆斩棘，将人生与成功环环相扣，是热情，是虔诚，是最初的勇敢，带领我们走向此刻的美好。是坚持，是一如既往，是不变的初衷，带我们迈向更好的未来。安利定制无人机烟火秀，全球企业活动首秀，比奢华的国度更奢华，比耀眼的建筑更耀眼，未来属于我们。